探索世间奇闻，感受不同趣事。我们经常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总是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存在是不为人知的。虽然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越来越深入，但是总有一些物种是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的。所以这样的生物一旦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吃惊。比如在巴西，就有位大叔野外游玩的时候，居然意外捕捉到了一只人面兽。要知道，这样的物种绝对是稀有物种，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，谁能想到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呢？第一眼看到这个物种的时候，大叔觉得它虽然全身毛发特别旺盛，很像一只猴子，可是却长着人一样的脸，所以瞬间就被对方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，还主动把他的照片拍下来发到了网络上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议论。虽然这种生物看上去确实有点诡异，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就是一只长了一张人脸的猴子。随着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，这种不为人知的神奇物种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。后来有热心网友表示，这种猴子叫做绒猴，是一种小型猴子，主要栖息在南美洲，属于原始物种，大多数位于巴西、哥伦比亚、秘鲁等地方，身长一般是20公分左右，小巧精致，非常可爱。不过实话实说，绒猴的整体造型还是挺可爱的，看上去特别像是在头上扎了一个双马尾，看来也是一种挺爱美的物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萌萌哒的猴子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